怎么了？其实这是一个很干净的断球啊。这个主裁严军啊，赶紧上去吧，有点磕绊啊。这边，多漂亮，老板呀、啊！后面马布里和弗雷戴斯打闹起来了啊，没打。怎么了？其实这是一个很干净的断球啊。这个主裁严军啊，赶紧上去吧，这个事态不要防止扩大。这个时候看看啊。不知道有没有回放啊，其实从两人就是那一瞬的感觉来看都没有太过火的动作，其实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弗雷戴特就是虽然被切镜头没跟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看啊，哦，有一报复的动作啊，镜头没跟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看看啊，有一报复的动作啊。